樊老师的乒乓球教学时间。我给大家讲一讲横板应该怎么做，可能因为横板可能相对就是属于后期才是一个主流打法，所以它可能比较均衡正反手，所以握的时候就是虎口对准这个方向，就是虎口这边在这个地方，但不要握太紧，稍微松一点，然后正手的时候正反手是尽量是一种姿势，不要去就是倒黄，因为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慢，所以然后真正打的时候就是可以这么轻松一点，就是不要特别发力，然后真正是拉，然后就是用腰去带手，是用腰去带着，不要说完全靠胳膊，所以这也是就是正手可能基本上，然后反手可能就是相对要动作要小一点，就是可能是靠这种前臂跟手腕更多一点，就是反手相对用腰不会那么多，所以身体比较固定。我让他们试一下步法呢，步法还先交手，先交手是吧？啊，大家给我拍。抖音。